下边再给你说一下这个弓步，来，看这弓步，弓步同样，底下啊，这脚尖儿略往里扣，这个膝盖呢不能超过脚尖儿，前推弓，后推蹬，蹬直它，这两条腿能站稳人了。这个拳握住了，握在腰间，手扶含胸，挺胸八背，连腰正，这是弓步。下边再给你说一下。这是弓步的练习方法。